学长，你来了不就是命运都没有了吗？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才……吵死了！说什么？请学长成为普通的人类，是谁想要那样的？是谁什么时候拜托你了？我很不高兴，我真的很不高兴。不高兴的是我才对。总之，我不会承认这些。李立山同学的牺牲换取来的人生和未来，什么意义都没有。你连这种事都不明白吗？ 你连这种事都还不明白吗？